你知道吗？随着年龄增加与机体衰老， DNA 修复能力也会下降， DNA 受损会引起基因表达异常、机体衰老、增加肿瘤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。权威科研机构对于亚洲人群进行了相关临床研究，在特定的条件下，健康完整的 DNA 表现为一个边缘清晰的圆点，而紫外线、电离辐射、人体内的自由基都会引起 DNA 损伤，产生 DNA 碎片，拖出长长的尾巴，如同彗星一样，这称为彗星现象。 DNA 受损怎么办？研究表明，服用含植物提取物的微矿补充剂后， DNA 受损程度会显著减轻。纽崔莱倍立健片提供人体所需的22种维生素矿物质，含6种天然植物提取物，有助于 DNA 的健康与稳定，保持人体好状态。而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，同型半胱氨酸是一项标志性的预测指标，水平过高容易增加血栓形成或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等疾病。临床试验证明，使用倍立健片能让血液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比使用前显著下降。核心配方经全球多国科学研究背书，服用后可有效提升体内多项营养素水平，同时有助提升正向情感得分，增加骨密度，提高精力以及人体免疫力。尽情拥抱美好生活。